这是台紫外线杀菌炉，然后接上电之后呢，有电压表，有指示，然后这里是个电源指示灯，亮灯，然后呢，我们接好之后呢，可以按启动，这是启动按钮，这是停止按钮，如果停机的话按这个，然后呢，这里是三个杀菌灯的开关，按下去，开灯，正常的话三个都打开。这上面的三个的话呢，就是他们灯管工作的累时器，灯管寿命到了之后是要更换的。这里的话呢是调速，快慢，网带速度的。